比亚班加西23号发生两起汽车炸弹攻击，地点都在斯马尼亚中心地区的清真寺附近，受害者包括军方人员和平民。目前各家媒体报道的伤亡人数不一，但都在20到30上下。地方医院则表示有22人死亡，伤亡人数可能还会提高。第一起爆炸案发生时，信众们刚好结束祷告，正准备要离开，一辆装有爆炸装置的汽车就在清真寺前面引爆。没想到30分钟后，第二起爆炸又发生在同个地方，手法完全相同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清真寺前面一片废墟，东处起火燃烧，还有一些急救人员将罹难者的尸体盖上白布，有些受伤的人则坐在炸毁的残骸上，等待医疗人员的协助。在利比亚，这类爆炸事件通常是匿名攻击，目前还无法得知谁是主谋。新闻时事报梁燕整理报道。